之前组成台南白龙庵，他们为了要让出巡的神明壮他们的声色，那所以说用人去扮那个扮演他的水将、他的部将，所以主神出去游行，参入绕境的那个行列中。那后来人家觉得这个阵头看起来不错，抬起那个场面也很壮观哦，所以说慢慢很多很多那个绕境的行列中，有人会想说去聘请八家将来为这个绕境什么壮声色。在神明进香啦、绕境的时候，才会看到他们的存在。从神圣的意义来讲，它就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它所扮演的就是司法类神明的驾前护卫，那担任缉拿凶神恶煞的任务。那从世俗面来讲，它又是一种民间的艺术。这些家将他们非常的具有台湾特色，那其实他们都一样，都是属于阴间司法类的警察，一种算家将。那家将有分为浊水溪以南的跟浊水溪以北的，那浊水溪以南的就是北家将，伊的起源啊吼，就是这个台南的北龙峰安。好，那浊水溪以北的就是官将手，好，就是新庄的地藏王安。那我们来区分很简单，就是说八家将他的成员。好，他的成员都是以乡的人吼，啊，观众就是徛的，啊，过来就是讲北家将，伊的动作较阴柔，啊，观众秀的动作较阳刚，然后观将手他有带獠牙，啊，八家将没有，好，啊，八家将在表演的时候嘴巴是不张开的，北家将，好，啊，观众秀伊就是较阳刚，所以伊会亮的。台湾的传统的阵头文化一直是台湾文化的一个特色，尤其像官将手以及八家将，它在世界上各国当中它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民间的艺术跟阵头的艺术。其实家将的艺术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文化的它的美，比如说它从它的脸谱，它所画的每一个脸谱的线条跟它的颜色，还有第二个就是他的身形步伐，好，他的姿势，好。那另外区块就是说，其实群体是最美的，特别是群体的一种力量所呈现出来那种美，是可以震撼人心的。人的群部拢无同，哦，你像大爷，伊就白鹤天师啦，哦，伊就白鹤群啦，阿二爷啊，黄大仙伊就跳高群。是传统学武的人来跳的话，他的肢体的线条比较粗犷，比较有力，那南宫较喘啊哈。那可是学舞蹈的人呢，因为他本身已经有受过一定的训练，那可能他的肌肉或者是他的那个角度啦，可能会比较变成比较优美。那家将团来讲的话，它是属于草根性的文化而起来的。那如果它走向比较有一点点优美呢，那个公不告派，好，那个那我们就说辣椒要够辣嘛，哈，那或者是你要很辣还是要很呛，其实这都不太一样的感觉。刚开始因为脚比较酸，这是一定的，熬过就是你的了，学起来就是你的了。既然要继承传统。再大的苦，就是还是要坚强下去。大细啊，你大汉，你就是爱学这个啊。汉朝后，你是爱学头牌啊。反正每一次跳都觉得那个成就感，就是每一个都很棒。一些在跳的过程，一些动作，然后就觉得那个音质很帅。我们在家将里面，因为你要秀出来让观众知道，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些那种，就是那种。
很狰狞的面目这样子。啊，我们平常哪会去那边啊这样子，不会嘛。那但是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训练上面之后，哎，发现那带给他们的是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表现他们说啊、来表现一些情绪啊，并且呢把它让大家可以看得到。伊若时间到哦，闲伊就想讲啊，要出去开车啦，桥都要出去啊，啥物啊？你要注意遮整理，啊，咱来学伫家常内底，互伊发泄，啊，安尼我锻炼一下身体，我把它拍滚头安尼。较早有对人去庙会啊，然后有看到就是看到八家将甲关将手，然后就感觉袂歹耍，然后就兴趣，然后就对人去学。是走很传统的，不是说像人家搞什么帮派集团，我们这边家长都还蛮放心的。诶，有诶囡仔较叛逆期嘛，啊，你本身咧无啊多诶时阵，就是时段诶，啊，就拢习惯诶人带过，啊，咱就会去来教。大家囡仔都大家有兴趣啊，对这个物件兴趣，啊，就一个一个招，一个一个招，一个安呐。互人感觉讲安观众秀啦，还是北家上哦，从这个表演中间哦，拢会较人教怪迄个，但是阮观众哦。我会尽心去教育这些少年，讲一定爱把这个表演当作一种艺术，吼，啊来表演给细路大家看。并不是负面的这样，不是说什么玩家相怕，还是糖棒会吸毒什么等等的，而是给人家看的是台湾本身民俗文化的一些艺术方面。舞台上跳，人足侪人咧看诶，啊，就是跳到好，跳到歹，都拢其次啊。你既然你肯打去舞台上，就一个互你好，互你一个表现的机会。我们希望它啊、除了是一种表演艺术或者是一种宗教科仪之外呢，啊、它也可以啊、可以变成一种文化创意产业。哎，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延伸，甚至让这些匠师他们说有。更广大的发挥空间了，因为我觉得它不只是应该是热闹而已，它里面应该还有很多更多的一些我们先民的那些家将的一些精神内涵，还有它的一个生命力。这是传统，啊，就尽量把它继承下去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台湾人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啊、本身的那个文化的那个凝聚力会更强。